这个就是我姑姑，当时她正在正常的游泳，因为她经常就去这个游泳馆去健身锻炼，还在这样游，我们还能看到清晰的看到她这个人头在晃动。走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已经永远的拐不回来了。8:46了，距离事发已经过去8分钟了，现在才有游客发现了这个情况，急急忙忙上岸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医院出示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出诊证明，上面清晰的显示，直到8:50，这个我们这儿的中医院才120才接到这个首例水立方的这个溺水病人的这个情况。道路这个游泳岸边没有任何的救生员在巡视。每次来这儿，这个大门都是这样紧闭着。我有责任，我有责任。咱们当时有救生员没有？咱们都有，他出去买了一盒烟。开门的声音，把钥匙放在了鞋柜上，真像听这声音，从永远再也听不到。真是，心里确实疼。